走中路啊，大哥，中路没人儿。哎呦，哎，哇，什么情况啊？啊？啊？哎，这西半怎么没水了？这是停水通知，我忘告诉你。怎么办？我这洗衣板没水了，这我给你想办法。海运了一年份的微风大水滴面膜去英国吗？这就别带了啊，多重啊！你看看，你箱子都快装不下了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！你不知道倒时差就是熬夜吗？如果一直不补水的话，下飞机绝对会长皱纹的。哪有那么夸张啊？哎，你别不信啊，姐，我可告诉你了，少壮不补水，老大长皱纹。嗯，好吧好吧好吧，你赢了啊！带带带。哎，你刚刚跟阿姨又吵吵什么呢？不是你都要出国了，你能不能好好陪陪阿姨和姨父，别再跟他们怄气了。姐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要被我老妈气死了。她在一个非常不合适的时候给我打电话，让我给她带烤鱼，不然我现在就已经知道二豪喜欢的人是谁了。她有喜欢的人吗？二豪除了击剑，对什么事儿都没兴趣。你放心啊，我一定会帮你看紧二豪的。那可不一定，姐，我有一种感觉，二豪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不可能，每天集训、上课，周末我们一起回家。哎，除了睡觉和上厕所，我们几乎天天都在一起。我怎么没看到一个可疑的人啊？啊，你就别杞人忧天了啊！要我说呀。尔豪在法国的时候都能够守身如玉，就更别说在国内了，你说是不是？姐，我告诉你啊，刚刚吃烤鱼的时候我已经问过尔豪了，他喜欢的并不是那种鱼子酱和鹅肝，他喜欢的是我们这种烤鱼型的东方女孩。我现在感觉危机四伏。那既然你这么担心，干脆留下来算了，振宇学院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。我又不是那种自私的人，我总不能为了我的爱情去拖振宇学院的后腿，对吧？嗯，但那也不行啊，我得赶快在出国之前牢牢抓住尔豪的心。那你可得抓紧了，距离你出国没有几天了。姐，要不然我就直接跟尔豪表白吧。啊，好啊。表白失败的概率怎么那么大呢？万一二豪要拒绝我怎么办？那就正好去英国疗伤呗。我才不要呢！姐，你觉得二豪喜欢什么呀？击剑啊？不，除了击剑，那没了吧？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啊？别急别急，我帮你想想啊。嗯。哎，不是有一句话说，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就要先抓住他的胃吗？对，对对对对，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。啊？不过你会做饭吗？你想想，你削了那苹果都跟马铃薯似的，坑坑巴巴的。哎，这过程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结果是什么样的。所以我现在就下去赶紧研究一下怎么做爱心面包。嗯嗯。
四，还有六个，十五，好，十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么快就累呢？你说谁累？这点练习小意思，我告诉你。别小看拳击手的爆发力，好吧？好，走，十七，十十八，十十十九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啊！二十二十 ，OK。看来真不能用冰水洗头，太难受了。天哪，这么烫，发烧了吧？要不回去躺着，我明天帮你请假吧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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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请假。我跟那二号十五年的差距在那放着呢，这请假变成十五年零一天了。再说了，我就剩三天时间了，我一定要让赵一红留下来。冷子峰，你现在乖乖回去躺着，盖好被子睡觉。我去给你拿药，倒杯水，听见没？听见了。腿软了，动不了了。把纪念馆收拾干净，我就弄死他。你说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学的这招旁门左道，每天一日三餐早中晚，他全在训练。他这样要是能进步，哼，我也是醉了。他能进步个屁！走吧，吃饭。二豪，二豪。冷子峰居然在这儿偷懒！哎，你怎么这么疼啊？不会发烧了吧？出这么多汗，待会儿外面风再一吹的话，你发烧肯定会更严重的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找块毛巾帮你擦一下。
次看他拳击比赛的时候，他只穿了一条小短裤，我又不是没见过他上半身。我并不是趁人之危，我是见义勇为。对呀、啊。分手，我才这样的，不准怪我。哎呦，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啊你？我只是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只是检查一下你的训练成果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看来你是按照我的菜单做的。检查结果怎么样？满不满意啊？还不错啊。你没事了吧？在你细心照料之下，好多了。好多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，都不要脱男人的衣服，更不要去抚摸男人的身体。这对男人来说会造成误会。我不是看你生病了吗？哎，就算生病了，有一些事情还是不可以做的。干嘛？你坐着我击剑服来，让下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虽然我是生病了，但是我的意志还是清醒得很。对了，你这么一大早来击剑馆，不是为了专门照顾我的吧？我给尔豪做了爱心便当，我来找尔豪的。那是给尔豪的。是啊，这是我今天早上辛苦做的，我可是做了一大。你干什么？你这是我辛苦做的便当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这是我给尔豪做的爱心便当，不是给你的。我跟你说。如果你敢偷吃的话，我今天我弄死你啊！冷死你，你不能吃。为什么不能吃？欧阳哥在食堂吃饱了，我尝味儿啊。赵雨虹，你竟然暗算我！我哪暗算你了？大姐，你自己尝过没有？这已经是我做的，少数几块没有烧焦的。我自己都舍不得吃，烧还没退，估计肠胃炎又要犯了。本来以为啊，你是要对欧元哥示爱，没想到你是要寻仇。你要是早告诉我这盒饭是这味儿，我绝对不尝。你懂什么呀？我这个叫爱心便当，重要的是心意。心意？毒死他的心意吗？我跟你说，还好我身强力壮给你施了毒，要不然这生化武器到了欧元哥的胃里，这国家又少一栋梁了。那我现在用男人立场来劝你啊，你啊还是别做料理了，你既没有击剑的天分，也没有做料理的天分。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说我没天分。我告诉你，我一定在出国之前做出超级好吃的给尔豪吃的便当。那你试试看啊。是就是，明天中午你的午餐我管了。你说的。我说的。说话算话。啊。谁把你健康搞得这么脏啊？完了，忘清理击剑馆了。哎！场地是你弄脏的吗？嗯。为什么不打扫干净？
不知道我们待会儿要训练啊？训练时间是九点，现在不才六点半吗？二军就该有二军的样子，擅自使用一军的场地还有理了你？我只要在九点之前打扫干净不就完事了吗？九点之前爱怎么着怎么着呗，你们嫌我弱没关系，但也别妨碍我变强啊。你干什么？校长允许你们在这儿打架了吗？赵一红，你不是我们击剑队的成员，别来干预我们训练。我算哪根葱了？我是不敢干预你们训练。但师兄，我提醒你一句啊，冷子峰现在再怎么不济，也是我爸亲自选进来的选手，板上钉钉的事儿。行，行了。就算你是全额奖学金的保送生，击剑队的纪律该遵守还是要遵守。你呢，作为校长的女儿，难道不是更应该遵守纪律吗？行了，把这儿赶紧收拾干净，我们要训练，别傻站着了，赶紧训练。听见没，打扫干净啊！你们这也太……你没事吧？反正他们就是这个样子，你还是别跟他们起冲突的好。没事儿，我当然没事儿，这不就是我们二军该干的活吗？我会把活干好的。你与其担心我，还不如好好把便当做好，好好抚慰一下我这受伤的胃。干活。超美味的佛跳墙，不行，太复杂了，暖心暖灵薯，不是这名字是好听，没吃到咖喱饭，这个靠不靠谱？咖喱块、鸡腿肉、红萝卜，这不是正好吗？依依，哎，你干嘛呢？你想吃咖喱饭啊？不是，我给猴做爱心便当。你行吗？当然可以。你看，行不行？依依，我来。妈帮你打下手啊，这些东西啊，我来帮你切。你进去煮水，一会儿啊，记住还要汆一下。汆？汆是什么？你连汆都不知道？好吧，你就去把水烧热，好不好？一会儿啊，妈妈再教你下一步怎么做啊。这我来。去吧。汆。依依，烫到了没有？没有，但是这个，来，我来。你看啊，把这个鸡肉放下去，哎，你看，就这样一搅，然后给它盛起来，这样就叫汆。那把胡萝卜和土豆都切好，这个就交给你汆了。还有这个是配菜，哇，厉害了，我的妈，刀工这么好，爱心。肯定会喜欢的。就是你，好，慢点儿。好了，我来，放咖喱。哎，不能一下子都放进去。那我们要新口的、甜口的，按照一定的比例，然后加一点苹果汁儿，加一点巧克力。哦，对了。还有一个秘密武器，加点牛奶，这样呢，它的口感啊就会更顺滑。真的？来吧。哇，好香啊！好好肯定会喜欢的。来，依依，尝一下。
太好吃了！这个味道，尔豪也应该喜欢吧？嗯，在我出国之前，我一定要让尔豪对我的爱心便当，魂萦梦牵，永生难忘。再来，好，好吃。不是，发烧刚好，确定要练啊？训练就是最好的退烧药，我必须得出出汗。真是野猪一样的康复力量。行吧，悠着点，听见没有？必须的。你在干嘛？500组蛙跳已经做完了，身体自主训练。跳完就不用跳了是吗？你看大家在干嘛，你在干嘛？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以后打基础，你知道吗？可光是蛙跳，我的击剑能进步吗？出剑速度能更快吗？能打赢一军吗？你基础没打好，怎么打一军？不是，这蛙跳它有什么意义啊？我的体能比所有人都好。田赤，啊！教练，你找我？你是怎么带队的？学员没带队，你没看到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教练，对不起。好，全组加跳500组。啊！以后谁敢再搞特殊，全组一起罚。入列。冷子峰的情况怎么样？校长，这个冷子峰体能和身体素质都不错，跟一军有一比。但是心中拳王的傲气不打磨，带到剑道上，可不是什么好事。他确实是块好材料，让他在二军训练打底。但记住，别拔苗助长。继续练。这累了一早上，就等这一刻了。来来来，快帮我试吃一下，
我的零失败率咖喱饭，尝尝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吃吗？超好吃。是吧？超好吃，真的。你看，嗯，你看这胡萝卜的切工，完美。嗯，真完美，一看就不是你的杰作，这是伯母的杰作吧？谁说的？我也有参加呀，比如烧了一锅水。赵一红，你这可不行啊，这是作弊啊！我哎，之前谁口口声声跟我说这爱心便当最重要的是心意？你心意呢？我只看到了伯母的心意。还有，你好好加油，顺便帮我跟伯母说一声，非常感谢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可恶！我们一定要做一个送得出去的、第二好吃的便当。哎，你拿我筷子吃，咱俩不是间接接吻了吗？我顺便告诉你，我今儿早上没刷牙，昨儿也没刷，前天也忘了，喝多了。知道我为什么要指定你吗？夏满薇呗。我看过你跟拳王猛虎那场视频，见识到了你格斗拳手的战斗力，挺惊人的，真的。我没有想到你最后还可以反败为胜啊！要不要来打一架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15年的差距？要是论身体的控制，我不如你。但是击剑，你身上的武器不是你的拳，是你手上的剑。如果你不适应你的武器，怎样人剑合一的攻击？护具是要保护你的身体，当然这些会限制你的视线跟动作。如果你一直拒绝适应，一直照你的方法办，那我们的差距会越来越大。为什么跟我说这个？因为你太弱了，被一个这么弱的人打败，就算是一个意外，也让我很难受。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你赶快变强，这样我才能重新打败你。
哎呀，有什么话不能在学校说，非要来这儿啊？我想找你聊聊队伍的事儿。这地方不错哎，师姐怎么现在才告诉我有这么好地方啊？哇，哎，哎，海贼王，全套海贼王，太好了，我正好好久没看了，也不知道路飞打赢多弗朗明哥没，赶紧把进度捡起来。你也喜欢海贼王啊？当然了，这故事多热血啊，剧情多棒啊，每次都能把我看哭了。那你最喜欢里面哪个角色？路飞啊，当然是路飞了，他为了伙伴冲锋陷阵的，连命都可以不要，太感动我了。那你觉得路飞一个人就能成为海贼王吗？当然不能了，他要是没有伙伴的话，估计连海都出不了，还海贼王呢。那你觉得你一个人就能成为击剑王吗？路飞也好，你也好，面对的都不是一个靠单打独斗就能够存活的世界。子枫，我相信你有击剑的潜能，但是我希望你在成长的过程中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索隆、娜美、山治和乔巴，组成一支最强的队伍，站在伟大的剑道上。我明白了。The Bravo 3. Oh no. 子枫，子枫，你拿瓶子走两步，扔到垃圾桶里面很难吗？拜拜。哎呦，就别念叨我了，我都被人念叨一天了。我念叨你。我念叨你，我从早到晚都在干活，我念叨两句也不行吗？啊，我每天要给你洗衣服、收拾房子，我还要给你买饭买吃的，我念叨两句还要被你说吗？啊！我的天，我刚收拾的房间你就在这乱叫是不是？我上辈子一定是欠你和你妹妹。我就不知道我造了什么孽，我明天开始再打扫完你。冷子枫，冷子枫，路飞也好，你也好，面对的都不是一个靠单打独斗就能够存活的世界。子枫，我相信你有击剑的潜能，但是我希望你在成长的过程中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索隆、娜美、山治和乔巴，组成一支最强的队伍，站在伟大的剑道上。如果你一直拒绝适应，一直照你的方法干，那我们的差距会越来越远。我们的比赛还没有结束，我告诉你，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你赶快变强，这样我才能重新打败你。这些人为什么对我不满呢？自己变强有错吗？这击剑队条条框框我也是醉了。现在每天最值得期待的就只有一红的便当了。
1分20秒，还是不够啊！哎，梁子峰，来尝尝看。嗯，为了一个便当弄成这样，值得吗？你不也为了一个奇迹努力着吗？这不一样，好不好？你还没有发现，你自己根本不适合舞刀弄枪的。你还说我呢？你练了那么久的死亡华尔兹，你不是还没成功？怎么没发现啊？怎么啦？只许你自己拼命，就不许别人努力啦？我知道，在你眼里，我做的这一切都很可笑。但是尔豪从小就是我的梦想，只要有10万分之1的可能，我都希望他能接受我的心意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的确没有资格去嘲笑你的努力。我就是羡慕欧元哥能吃到这么珍贵的便当。你放心吧，你的心意他一定可以收到的。你干嘛？你脸花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有粉啊？讨厌。我来给你擦吧。你干嘛？你身上总有股好闻的味道哎！你调戏良家妇女了你！现在我们尝尝良家妇女的成果怎么样啊？这手上还有灰呢，你给自己加料啊？请男生来帮忙，你们是女配最重要的主力，不要受伤。好，来，给我。我男神，我没有在做梦吧？你的命怎么这么好啊？烦死了。刚他伸手拦了下我的腰，我觉得我的理智都要跟着飞走了。他拦你的腰？对呀、啊。关键是你知道吗？二号长着一张扑克脸，但是动作特别的暖心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简直可爱死了！原来我有这么多潜在对手。哎呦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二号那么完美的男人，
我们根本高攀不起，好不好？耳猴啊，就像远在天边的偶像，我们呢，拿来崇拜和尖叫就好了。我实在不敢想象跟他交往的样子。跟他交往，恐怕得提心吊胆吧。妆都不敢卸，更别说替他放屁了。你敢吗？你敢吗？看来啊，只有无双师姐配得上他了。完美男神配上完美女神，天造地设的一对，我们凡人呢，就只能仰望喽。这对 CP 我绝对占了。你看啊，颜值绝对匹配，实力独占鳌头，关键是两个人还跟连体婴儿似的，整天走到哪儿都一起。哎呦，那画面简直太美了嘛！尔豪跟我姐，可能吗？哎，不过我听说，尔豪之所以回中国，其实啊，就是为了无双师姐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之前听说他是被校长邀请回来当顾问的。对啊。不过这个也是我听说的，不知道真的假的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八卦了，帮我绑手线来。